2016年3月11日上午10:09，我哋喺饶宗颐馆赏香港樱花，即是《杨子经》。好靓，好好地方。因为咧，佢有啲桥啊高咗上嚟咧，变咗可以以平面一样高去影樱花，所以好靓。啊嗱，个地方，哇，上面啲樱花几靓。上面那些啊